油的东西，我吃了喝了牛奶，感觉还是油油的。所以你的答案是？我还是选牛奶去油。牛奶去油腻，一起来看看是否正解。来，是吗？我还真是见鬼了哈！哎呦，太厉害，你太扯了啦！原来牛奶是不能去油腻的，不能，对对对，不能够，没真的没听说过，是吗？嗯，牛奶去油，因为我常常都在吃啊。听说那个粉笔哦，有那女生珠宝盒里面，你放一段粉笔在里面，它就可以当做厨师的，对，那个东西就不会被锈化。对，会有红绿或什么。黄金人真是见鬼了！哎呀，哇塞，有28000分，我的天哪！黄金伦真是吉星当头啊，不论其他人怎样陷害就是打不倒，目前积分已经来到28000分了，其他三位来宾想要翻盘可要再加把劲喽。下一道题目来了，停了。好，下一道题是女生很喜欢吃的点心有关系，请出题。法式点心马卡龙被誉为时尚甜点的象征，请问其法文是指什么？听到请抢答，后面马卡龙这样就可以哦，要马卡龙，听到马卡龙就可以了。快抢答，马如龙，马如龙都来了，请抢答马卡龙。瑶瑶，自己答，自己答，漂亮，漂亮，上，我应该知道，加油，加油，我一定知道，知道，加油，他知道，知道，请出题。哎，这个不是马卡龙吧？赶快吃一个，就是那个奶油小西点的。请问法式点心马卡龙的法文是指什么意思 ？A. 女孩的粉扑 ，B. 少女的酥胸 ，C. 怀孕的肚子，哎呦 ，D. 华丽的晚宴包。不会吧你？黄俊伦，你踩到定了？真的假？瑶瑶，这个你会？我知道，这个我也会。我最爱看到怎么可能节目了。二话不说 ，B 少女的酥胸。马卡龙是少女的酥胸，少女酥胸有这么难吃吗？有这么甜吗？请看，瑶瑶如果答对的话，就可以启动抢夺奖金。抢夺！恭喜答对！黄靖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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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呢，28000分直接移过去了的话。好，22000分，哇，好厉害厉害厉害！但是这个奖杯奖金有没有？哦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你还能乘二啊？你现在是零分嘛？零分，你乘二是怎么回事？对啊，乘二还是零啊？乘二可以获得荣誉啊！恭喜瑶瑶终于成功启动抢夺奖金，将黄靖伦的28000分抢到手。最后这一题只剩 Apple 能和瑶瑶抗争了。Apple 啊，你可千万别输给妹妹哦！最后一道。决战题要出的是跟电器产品有关系，请出题。请问哪一项电器产品的电磁辐射量最高？哦，辐射量，听到请按钮 ，Go 就可以 ，Go Go Go Go， 好吧，请按钮 Go。Apple， 他说 Go 了，对啊，我也按啦。没错啊，他以为我第一个不会出真的啊，打不打？他的是什么、啊？决战一题。下列哪一项电器产品？他的已经不重要。他如果答对或你答错，他就会把22000拿走了。对啊。而且还比你多1000，就变23000。辐射量最高哦。你妹妹对辐射量懂吗？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不太懂，但他的电器类应该比我强。我不知道哎。该问他放电量什么最高了。我觉得。这最后一题了嘛？对，最后一题了。要自己拼还是留给别人？我自己掌控自己的那个命运，对，自己掌控自己。好，应该是比较傻的选择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四个选一个，你对的机会只有25%啊。对，对，我错的几率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他错的几率比较多？错机会错75%哎。回家去看重播的时候，你好好想想这件事，好吧？欢迎 Apple 来。我这么做是笨蛋的行为吗？没错，答错假的，除非你答对，会啊，我觉得我好像个傻子。请出题，请问下列哪一项电器产品的电磁辐射量最高 ？A. 电脑荧幕，哦 ，B. 电弧刀，哎 ，C. 吹风机，哎呦 ，D.
洗衣机。哎呦喂呀、啊！看起来简单的重题目最难。是。难过。你好难过。我以为他会出个什么微波炉之类的。对呀、啊。就是这个。你好难过。或是手机啊之类的。电池辐射量最高。这个也给观众朋友他做一个参考哦。冠军到底是会是 Apple 还是瑶瑶呢？两个人回去姐妹吵架之后，写真集还发不发呢？还是发了，会发了。难呢、欸，嗯，辐射量，总不可能是洗衣机吧？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而已吗？你有必要用那种试探性的眼神看我吗？洗衣机不就是洗衣服水而已吗？哦哦，吹风机不就是吹头发而已吗？吹头发而已。Apple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有专门在卖它的防辐射的东西。哦哦，最后七秒，讲完剩三秒。对，你看到什么东西是日本来的、啊？两秒，日本来的。一秒。时间到，给我们正确答案。吹风机吗？吹风机，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吹风机的辐射量最高呢？冠军究竟会是 Apple 还是瑶瑶呢？ Apple 会答对吗？欸、看得出来，她们姐妹俩是前分开的，对，没有算在一起。有没有不是算在一起？我们人生一起过，怎么可能？我傻眼了，我也傻眼了。没有没有，其实因为我一直想说，最有可能的是应该是 A， 对。但是我想说，吹风机，因为有的不是都是吹风机要拿很远，然后想说它会不会是那个风扇，然后跟电器，而且有时候吹风机吹了会好烫。哦。跟辐射量有关系。这个辐射量不是，其实那个辐射量啊，新闻一直有在报，像吹风机是辐射量非常非常高，它的辐射量有270几耶。哦。电脑萤幕其实只有20.6而已。MG 它的单位。看，如果看很久的话，其实才会。哦，所以吹风机是有很大的辐射量。对，所以其实专家都建议我们说，尤其是医生，他说其实不要常用吹风机，或吹风机不要一直把头吹得很，或者吹风机不要靠离头发很近。美发设计师不是很辛苦？其实是要，其实是最主要是要被吹着。对，远远的吹，要大概20公分，因为吹风机上面都会写说，其实大概离20公分这样子吹，然后不要一直吹这样子。哎，不然会得一直吹。欸、这个题目竟然可以答对，恭喜了，启动，多一千，23000分，哎呀，来 Apple 恭喜了，鸿福齐天到我们这边了。拉霸机在这边呢，你只要能够拉中两个这个符号 ，money。哎，我上次半个都没拉中。哦，那是你家的事。妹妹很 lucky， 两个一起好不好？你们出鞋子。你 OK 吗？我也没有拉中。真的假的？哎，你们姐妹俩好像买同一双鞋啊。对啊，姐妹呀，感情好呢哦。对啊，那要记得分我钱呐。好呢。好，那就请正式开始。这超难。拉旁边，按这里，一二三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拉喽。好，还是宪哥可以帮我们按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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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那责任太重。开始。责任太重。多少钱？23000块，能不能带走呢 ？Apple 要试试他的手气喽。有了有了有了！来来来，快快快！第二个。慢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咬，快点按这里，随便乱按了。危险吗？I'm sorry， 是心虚，情变乱战。欢喜啦哈！哎呦，这很难的，所以哦，人上通告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拍写真集，但这个虽然没有办法拿奖金了，你们写真集一定大卖，对，好不好？像刚刚两个姐妹那个拥抱的感觉哦，太棒了。真的，对不对？是全裸两个拥抱，你不会说那是很美的感觉，也不会露点。对，
艺术、okay、的，你看爸爸有没有？然后全裸抱着女儿在胸口，太可怕了！很小的时候，小孩的时候，记得送我一本啊！绝对送你，好吧？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！晚间十点，天才答不答？